70根。我是雪亮这边，我是 Isaac。OK， so Isaac， 你觉得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今天看咧，你同我老细同我讲，我要食 pineapple tart， 攞个好意头啊，因为过年啊嘛，叫做黄奶 tart。不错啊，嗯，还懂啊，不错啊。我煮唔煮到出嚟，唔系煮到好唔好食，我真系唔知啦。是咯 ，OK， 我煮咗都系佢食嘅啫。咁先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材料先，是我们的糖粉、蛋白、丁香、八角、奶粉、面粉，这是我们牛油。这样子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木棍，呢个系咩嘅？棍。你的头啦，肉桂，对啦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蛋黄，还有汤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黄米。我们先放我们的 butter， 还有放我们的蛋黄。升高啊？升高。好。OK， 先放下去。打黄。啊，搅均匀先。啊，对。真系一啲甜品咧，我执嗰时我攞嚟卖噶嘛，咁啊而家自己煮啊真系。OK， 差唔多噶啦，打出嚟，啊，然后你帮我移喺这边。好先。OK。它不要掉下来。OK， 放奶粉先。奶粉。啊，来。成煲倒落去。OK， 然后放我们的面粉和糖。加完。OK， 来糖粉。对，落晒。OK， 好的了。这样我们就先开一号给它走。OK， 差不多转到这个样子，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啦。OK， 来，谢谢。OK。啊。我撒啲粉咧喺个砧板嗰度先。OK， 我帮你倒出来。嗯，来，多谢你。倒出来。OK。压它，之后搓匀佢，搓到咁上下得噶啦，就把它压平一平。OK， 差不多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让它放一个三十分钟，放在旁边。好啦，搞掂啦，咁我呢个咧要揸一边晾干佢30分钟。咁一接落嚟，我哋打黄泥噶啦噃。嗯，嚟啦。嚟。OK。嚟，我可以按它。Blender。好啦，打完咗个黄奶变成浆啦，咁我哋倒出嚟先。嗯，放晒。好。好，将头先打碎咗嘅黄奶咧倒落去入边爆炒，捞捞匀住佢。嗯。好简单嘅啫，加糖啦。八角。丁香。木棍，系啦，系咁样煮佢啫，煮到佢煮到热为止啦，系嘛？煮到浓稠，很浓稠，浓稠为止。即系结啲咁解啦。嗯，系。OK， 所以那个呢，我们要煮到它浓稠为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已经是把里面的东西已经取出来了的。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有点结结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怎样做啊？嗯，先撒一点面粉。OK。嗯，就是我们刚才打了那个，然后放在30分钟的那个，那一粒阿嘎阿嘎，搓成圆形。系啊，咁啊，呢个系嘛？要擀扁佢。系擀扁佢。OK， 所以我们可以拿一点。诶。然后把它包起来。OK， 所以它包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啦。哇，搓呢样嘢真系好考功夫噶，你睇我嘅烂晒。哎，我搓了两粒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我一粒都搓不到了，现在。慢慢搓，慢慢学哦。所以揿扁佢，跟住挤下嘛，得咗噶啦，系咪？嗯，系。OK， 当我们搓好了过后，是我们在上面擦一层蛋白。干嘛一箱好像有点差，不过煮给老板吃的是没问题的。这样的随便一点，不用整啊。我们这个一样是180度，然后给它5分钟，啊，给它煮5分钟 ，OK。搞定，这就可以了噻。等啊，给，所以我们放一层baking paper，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摆进去，来。OK。摆美美。
好了，过后我们就进去了。这时候我们放20分钟。OK。我要多少度？180度。180度啊。对。OK。所以我现在就等吧，哦。等了。OK， so after 20分钟过后，它出来的样子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真的很香。OK， 再拿出来。加出来一下。嗯，加出来。OK。然后点。就大功告成啦。OK， so 我们的黄梨酥。就这样子大功告成啦 ，OK， so 现在就是四次的时候时间了。四次当然要杯茶先 ，OK， 那我先吃一个。我要吃最大个的那个。少啊，一点。哦，是，嗯，不过真的很香。嗯，买东西它的这个味道呢，我同你讲，它都不是很一样的，那个手工差的有些，我真系觉得。真的好吃。好笑，好笑。嗯，所以吃黄梨塔就旺旺来啦，哈！旺来旺来，恭喜发财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好啦，咁今日新年入边咧，我哋公司将会送出3个奖品噶喎，咁啊记住 like、share、tag 3个朋友，咁啊记住要留意我哋三木基金嘅 Facebook 啦。记得哦，是 like、share 还有 tag 三个人朋友啊、哦，记得 tag 爆他们 ，OK？ So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